精神状态恢复之后问我怎么能交女朋友，还没忘这茬呢。我说你这个玩意儿你这改不了了是吧？那是啊。那你喜欢谁啊？嗯，我就喜欢当年咱们上学那班花。哦，还有这个。他一说这我脑袋嗡一下。怎么呢？上小学时我们班有一班花，你他也记得最好看那女孩。是，当然那女孩学习一般。哦，蹲班溜级过来的。那不在这，比我们大12岁。这是想当初我妈那班的班花吧？这是比我们大大是他45，你算算吧。啊，60多了，这位。我说你现在还这么想？还这么想？好家伙！我说那你找着去呗。啊，就又认识，这么些年交情，你不用再跟人家那个多客气，慢慢发展，等不了，慢慢发展，你非死他头里不可。那我怎么办？一进门就告诉他我很喜欢你，喜欢你一辈子了。哦，以后咱俩人就两口子了，直接了当，一把搂住，摁在墙上你就亲啊，铁石人也会答应你的，就行了。去了，见面就约出来了。好，我是于谦，我想见你，你是我的班花，我的梦中女神。嚯，哎，那女神来了啊。这女神也刚让电动车摔完了，都这范儿的出来了啊！一见着于谦，哎呀，干嘛呀？谦儿啊，啊，他们都说你死了。哎，我都交的什么朋友啊？这是，谦儿一把就弄住了啊！我原来就爱你，我现在我还爱你，是我跟你好，我爱你，推在墙上，摁住了就亲啊，一下就脑震荡了。哎呀，好。我这杀人来了是怎么着？我骨质疏松。哎呀，岁数太大了，60来岁，谁受了这个啊？谦儿跑了，那是得跑啊，跑了。嗯，给我打电话是在张家口，跑张家口去了。我现在在张家口啊，我倒不是因为搬花的事儿，那是我是因为在王府井啊，看见一个女孩很漂亮。你瞧我转的倒快，我就跟她出来了，一直跟到张家口。嚯、啊！我说那好啊，那你就追吧。嗯，我想问一下，我现在已经租房了。哟。我在这租房就为了追这女孩。好啊，你有什么技巧吗？啊，我这有什么技巧啊？嗯，认识人家家吗？认识。哦，差一个路口，我在这儿租的房，路口那边他们家，我就塞着他呢。我说你就买个漱口的杯子，买个牙刷，啊，每天早晨6、7点钟蹲在家门口刷牙去吧。这有什么用啊？让街坊邻居误会你是她男朋友。嗯，时间长没人追了，早晚是你的，好吧？这主意也就你能想得出来，我跟你说。我就这个我还行。哎，这行，你早教我多好。嗯，一个月之后，啊、我心想我得看看谦儿去。你是得瞧瞧我。开着我那直升飞机瞧你。嗯，行。夜里边9点来钟，嗯，落在张家口。哎呦，下了飞机一瞧，谦儿坐在马路牙子那儿正抽烟呢。哟、啊，干嘛？形容憔悴呀、啊。哎，头发也长，脸上都是泥，指甲缝里都是泥。不净漱口吗？一嘴小白牙。那是漱了1个多月了，嗯，坐了马路边马路牙子那儿，嗯，叼烟，啊，我这瘾够大的呀，我这，照这么着有3根就得肺癌。烟头都给吃了，瘾太大了。那也没吃烟头。我说你给我站起来！啊，个颓废的样子。啊，成了吗？没有。啊，就唠一嘴小白眼。哎，对，就是牙好了。你跟人说了吗？嗯，我跟他说了。嗯，我来了我就跟他说了。说什么？女孩问我，嗯、你是想跟我搞对象吗？哦、我说是。嗯，人家说了，以后不要这么想了。哎、啊、嗨，带我去。你去。带我去，我帮你说这事儿去。你瞧，还是有朋友。拐弯抹角一个路口到了啊，住那小别墅，哦啊，啪啪啪一砸门，嗯，谦儿，说说，我上，谦儿，开门，嗯，屋里女孩说话了，啊，家没人，没人说话，你看多客气，回头跟我说、啊、家没人，咱走吧，哎，傻小子吧这是，你真遇缺心眼儿呢啊，啊，来，我来，啪啪啪，嗯，一开门，门打开，这女的看看我，嗯。这是正常家人吗？这个，这咱有朋友嘛是吧？啊，谦儿进来，跟我进来。哦，进来，一楼是一大厅，有2楼。哦，这女的进来。嗯，这人在家里穿着很简单的睡衣。哦，小睡裙儿。都睡衣了还怎么简单？啊、这玩意儿就是短啊。啊，到短。啊，到锁骨这儿。对，到锁骨，到锁骨那不是睡衣，那就是假领子，知道吗？
是你上头，上头那在谁问你锁骨上头？我问你下头，在锁骨下头啊？还是到这儿啊？这个不是，就到这儿啊？小裙子，来来来，跟我上来吧。嗯，我们俩跟人上楼。哦，二楼大沙发。嗯，往这一坐。哦，刚坐下，谦站起来了。啊，我可告诉你，怎么着？我刚才在马路边坐了半天了，是着凉了。嗯，我得拉屎。哎嗨，我还以为要说什么呢，这多泄气呀！没法不泄气，女的满脸嫌弃啊！你下楼吧，下楼吧，一楼那儿洗手间，快去吧，去吧厕所。他下去了啊。二楼就是我跟这女的。哦。他开了一瓶红酒，倒了两杯。哦。给我一杯，他自个儿拿一杯。嗯。啊，把蜡点着了，把灯关了。烛光。端着杯。嗯。你想说什么呀？哦。我就愣了。是。我是替朋友来的。对呀。我能说什么呢？真是。哎。三更三点入了罗帷呀、啊嗯、二爹娘睡觉又把这灯来吹呀、啊嗯、今夜晚间敲打板不算采花盗柳的贼呀、啊、咱二人年纪相当谁也不吃亏呀、啊、这都什么词儿啊这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再说于老师在楼下正接手呢我还接手呢哎呀洗手间门口贴条啊不要用坏了这叫什么话呢写这么一行字、啊、不要用坏了啊把谦儿气的那是小气鬼真是上个厕所还不要用坏了怎么会用坏了拉门进去啪把门摔上了用用试试厕所漏水漏水水都倒眉毛这么深的水才想起来那行字、啊、差一逗号怎么写呀不要用坏了我琢磨琢磨再进去不行吗我再推这门推不开了怎么了你想他反锁上了看不见呢、啊、又没个灯、啊、水到眉毛了到这儿了前垫着脚呼吸喝吧喝呀就这一喝喝到天亮水量还不小哎呀天亮水终于到眉毛下边了这都是喝下去的嗯门开了嗯我跟这女的出现了、哦、把她救出来是谦儿怎么着这个她答应跟你交往了、啊、希望你们两个幸福你先等一会儿吧你先等一会儿吧啊我这喝了一宿水你们俩干嘛来了唱小曲儿吗啊唱什么小曲儿啊喝红酒吗是吧你说点正经的这就是为了朋友两肋插刀啊啊把这事儿说成谦儿很开心是吗两个人就开始交往吧啊真交往三个月之后这女孩怀孕了仨月差不多差不多什么都差不多呀、啊、谦儿高兴啊要娶人家那是得娶、啊、要结婚啊回家跟你爸爸得商量去得说说这事我交往一女朋友现在她有了我们俩得结婚了、啊、对老头想了想嗯是你的吗哎我爸爸比我还聪明呢是你的吗啊那是我的哦那就好哦千万别走我的老路哎呵这玩意儿就别传带了这个结婚吧啊大牌宴宴啊那是请客请问那些个朋友啊嗯吃饭哦喝酒是庆祝啊开心好啊酒席散了嗯大伙儿都走了啊谦儿送完朋友哦回来把门关上一回头哎一瞧这媳妇儿变颜变色的怎么还媳妇儿你怎么了嗯媳妇儿乐了啊我给你变个魔术啊还变魔术你先背你猜怎么着我你少来这套你在里头呢对吗不对那谁在里头呢套圈那胖子啊这去了吧哦谢谢哦哎谢谢吧谢谢吧这个热心观众啊这挡着吗这个看不见吧现在看得见吗还看得见啊谢谢吧啊刚才这个观众给拿了两根巨大的蜡来哎这是让于老师做的啊啊
我天天做辣呢，我跟你。刚才你们唱歌了是吧？嗯，花那么些钱唱这个破歌，唱完还鼓掌呢啊！我救不了你们了啊！岳云鹏啊，岳云鹏唱这个，唱这歌，这个很卖力气啊，话筒都湿了啊，至于湿？所以说呀，这个。至于湿到那儿去吗？你嘴里太没功夫了。挺好。嗯，岳云鹏啊，跟这个孙朱他们两个人。孙朱啊，孙岳，孙岳啊，下去休息一会儿。嗯，就是我们两个人又上来跟大伙儿聊天。是，今天封箱啊，所以平时不常说的一些个节目啊，不常演的一些个桥段啊，就都容易放在这个舞台上压箱子底儿。本来说好的节操呢，也没有了。嗨。其实我们也能说那个从七点半到十二点半都是文言词的那个，我们也会也行。哎，这个激昂慷慨的我们也有哦。教人出去蓝鲸马的我们也会哦、但是想了又想，你说大过年的别跟大伙儿犯不上是吧？就是开心最好，大伙儿都是成年人。嗯，各位在每个行业里边藏龙卧虎都是能人。嗯，今天晚上坐在这儿高高兴兴快快乐乐放松就可以了。哎，不必想太多呀，这句把我教坏了，这个动作把我带坏了，哎呀，听完德云社我学坏了。嗯、孙贼，你来之前就是那个玩意儿。哎，这嗨，听相声图一什么呀？就是开心。啊、哎，听段相声就解决组织问题了。我只能说你想瞎了心了，那是。那可不，没的是，是不是啊？嗯、反正孩子们都很年轻，嗯，哎，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哎，慢说他们，嗯，我们哥俩也是如此，都一样啊。这马上就我。快三十五了都啊！谁呀、啊？您亏心吗？说这个啊！别闹，别闹，别闹啊！谁跟你闹了？哎，谢谢吧，谢谢吧，我这活回去了啊！谦儿哥比我大，比我大四岁，是当初上学我们俩同学，嗯，同班。你那意思我蹲四年班是吗？我说两天一说上学我就特别感慨，怎么呢？我是吃着他妈的奶长大。别提这个。这上面都连着呢，是怎么着？您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边，说句良心的话，混得最好的就是谦儿哥。哎，可不能这么说。说相声都剃我这么一个头啊？为什么呢？第一是不挡脸，第二有传统艺术的气息。哦，老。你看哪个说相声弄一脑袋菊花跟这儿、啊？菊花，我干嘛非弄这么一花啊？时尚、新潮、大气，也是因为您家里边趁钱。哎，咱别提钱，这是实话。包括当年说相声都不挣钱的时候，人于老板家里就。家趁人值的，哦，真有钱那会儿，嗯，包括当年你看我们说相声三十一场二十一场，嗯，谦儿哥那会儿就成了人家拍电影拍电视剧拍广告，是很多产品请于老师做形象大便、嗯、啊，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一会儿啊、哎、别说了别说了、哎、太恶心了，哦，那应该是形象大便不好听是吧？对呀、啊、应该是形象大使。你给大伙儿解释一下有什么区别？就得这么说，这个什么叫有什么区别呀？你的口感很独特。哎呵，别提这个了。拍了多少戏了啊？最近据说有一新片子要找于老师啊，这老接戏。电影《黑蛇传》，《黑蛇传》，山西煤老板投的。哎，这好嘛，还带做广告的呢，这。啊，我这个钱不能白花。哎，对。那也把不能把蛇上岩似的啊，说这个意思啊，说这个意思、啊、挺好，嗯，希望您越来越好。哎，当然了，现在已经很好了啊，包括在我们的帮助下，嗯，有了一个大胖小子啊。哎，用不着这事儿，有孩子用你们帮忙干嘛呀？不是，他这人玩心最大啊。那会儿我们都劝他要个孩子吧，要个孩子吧，嗯，哎，结果才要的这孩子。劝我是对的， 是说这个意思。嗯，跟嫂子两个人日子过得也特别的好，那倒是不错。嫂夫人，你知道多漂亮？嗨，见他媳妇头一面我就想了。你想什么呢？这个朋友我交定了。您什么目的呀、啊？这是不是啊？没有这么好的媳妇了。那是不错呀、啊，真的啊。嗯，大门不出，二门不让卖啊，不让卖啊，不是什么二门不卖，大门不出，二门不卖。对，有时一出门演出，这一走。走二十天，走半个月啊，媳妇儿连门都不出啊，就这么规矩。说句良心话，现如今这个年头，这样的女的没有了，嗯，不多。知三从，小四德，明九真，懂七烈，嗯，这样的没地儿找。是，谦儿也感动，
我一出门半个月回家，嗯，媳妇儿你没出去遛个弯逛逛街去了没有？哎呀，没有，出去怕人说闲话。你瞧瞧，在家写毛笔字儿，哦，练字，其实眼泪都下来了，感动。我看看吧，啊，小楷，哦，宣纸一些写一摞，呵，看看，看着感动，嗯，每天自己拿毛笔写日记，嗯，写日记，深夜与邻居王大哥闲谈。再看这篇，清晨送李先生无语。后边院跟赵大爷看岛国动作片。哎，行了行了，他是没出去，净往家招人了，合着。大家闺秀，哎，是那净往家招人。大家闺秀啊，所以说您得对嫂子好。我还对她好。您现在在台上来说，您这艺术应该是没问题了啊，剩下就是好好过日子了。那对，在这个行业里面能到于老师这个水平，说句良心话，嗯，不好找。您捧我，水平之高，真是啊，亘古一人。嚯，太过了，这真捧。当然我跟谁也这么说啊，哎，跟谁都这么说。您客气说客气，您这样的，嗯，不多见。您瞧瞧，捧哏演员，你想人家但凡人家都好人，不就站在外头了吗？嗯，啊，对不对？为什么说认头站在桌子里边都是，是，嗯，就说这个意思是不是啊？什么意思？您这您跟他们不一样。哦，哎，虽然说站在桌子里边，但是您的能力里外兼得，哦，就都行。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嗨，我认为啊，能打满分，我还满分，甚至好多地方比我强。您太过奖，尺有所长，寸有所短，麻木良乡各有所长。我就有自己不行的，嗯，譬如刚才孩子们跟着唱的歌，嗯，勒死我，我也不会。那不至于，也照样唱。听不懂，我还是有时候台上我也唱歌，啊，我那是捣乱。谁说的？您唱的歌，大伙儿应该都听过呀。啊，你们这叫起哄，知道吗？起哄！我倒是会唱，也就两句三句啊。那老唱那个《大腰在冬季》，都臭了街了。好，大伙儿爱听啊。啊，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嘿，早先我跟齐秦关系可好了啊，现在都不来往了，哎，毁了几代人。您那会儿还老听那个唱片，老唱片那个歌啊，那个夜上海，夜上海，年年春天来这里。什么呀？我问燕子为什么来，燕子说夜上海，嗨，夜上海。我一唱唱好几天，那是，您这叫老歌听不腻啊！我一唱能唱唱的吐了血为止。这行了，行了，啊，我还会那个呢。啊，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哎，唯有椰林缀斜阳，啊，这是一片海蓝蓝。什么呀？就这两句。啊，获得过专业人士的赞美。哪行当啊？唱二人转的。哎，这对。就是他那味儿，那叫什么来着？那歌，你唱。你爷爷我小的时候，哪有这词儿？就在行了，行了，别说啊，哪儿啊？啊，我爷爷小的时候，这句话我们小学老师说过。哎，这算我嘴快还不成吗？所以说这玩意儿，术业有专攻，得道有早晚。啊，唱歌我不行，您又客气。列位，这是行家。捧我这么半天就是让我唱，这是行家。哎呦，有人给拿词儿来，还送手机呢，还送一电话来，啊，送手机。你看，啊，什么呀？这是这个热心观众啊，怕您记不住词儿啊。然后这照片是谁呀，啊？行了，你忘了刷牙了，那就。哦，这姑娘胆儿可够大的呀，啊！来，于老师，您看看，人给您拿来了啊。当然我要解释一下，于老师不是专业唱歌的。哎哎，这个中国说相声的，您不能说按照歌唱家要求他，嗯，那叫欺负人。嗯，哎，有点小毛病。五音呢短六到七个，我还唱上俩词儿，多了记不住啊，弦儿高了够不着，那还唱什么劲呢？但是万幸在1994年呢，夏天，嗯，他在保定农村收过麦子，这挨着吗？而且还练过铅球跟铁饼。嚯，所以他胆儿大。哎，对，就剩胆儿大了。我这来吧，大伙儿都喜欢听，啊，唱两句吧，好吗？刚才这底下这送上一词儿来，这，啊，这实在唱不了，这实在唱不了，啊，这个那，嗯，咱也别难为于老师，因为确实没，啊，还要吗？嗯，
不要了是吧？你人缘可不怎么样。这都是你带来的朋友。对啊，还给你吧啊。这个还什么？这一看就知道，这都是亲生的朋友。来吧，于老师最擅长唱那个摇滚的歌曲是吧？这样，先摇一个好吗？我再滚一个是吗？你们点，你们点，于老师什么都行。好家伙！嗯，一块红布，一无所有。行了，一无所有老唱啊，唱一块红布吧。好吧，好吧。嗯，本来一无所有，现在有块红布了。哎，对，明儿回家做一裤衩去你。嗯，对，本命年那错不了。嗯，戴脑袋上。嗯，一块红布啊，来啊，唱几句。好啊。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你让我忘了我没地儿住，你问我还要去何方，我说要上你的路。谢谢谢谢，就这么几句，也没有伴奏的。这是北京各大歌厅培养出来的。谁呀？于老师唱的好，记住了，十八号。哎呀，什么是十八号？这个你打死我，我也唱不了。您有客气，我给你们唱一个小曲儿吧，好吗？在乾隆年间出过一本集子，叫《白雪遗音》，记载的是皇宫里边的一些个风花雪月的小曲儿、小调。哦，那还挺高雅。是给皇上唱的啊。风花雪月。有点曲高和寡，但是我还愿意给你们唱一下啊。哦。这个很高雅啊，阳春白雪那是。小寡妇，这是皇上听的，这个皇上的品味还不如我呢，你跟你没法比啊。我喜欢大寡妇那是。你还有菊花头呢。来吧。小寡妇三更半夜雨泪纷纷，思想起多情有一的人，我为你望山跑死马，我为你玉兔撵飞禽，眼望天涯空余恨，骂了声抽烟喝酒烫头的人呐、哎！怎么又是我？哎，这个已经十二点了，你们也不走啊？对。哦，你们就住这儿的哈、啊？哦，好吧，谢谢吧。大半夜十二点还说相声，这是哪说理去啊？就是，我们仨你们大伙都认识。嗯，郭德纲、于谦、高峰。对，我师父是侯耀文先生。嗯，他师父是石富宽先生。哎，老高是范老师的学生。没错，范老师。范导爱。哎，去。必须瞎说啊！必须提这句啊！大半夜的，我腻歪听这个。哦，大半夜怎么会腻歪听这个？哎不。您就别瞄了啊。范振玉，范先生。对，哎，翻译成中国话是范振玉。没有，您别瞎翻译、啊、日本话叫范导爱。哎，没有日本名字。很遗憾，三位先生都去世了。是多事。我师父在呢。哎，你这人也是、啊、你过了年再说这话、啊、就活这几天是吗？我们仨同学。哎，他小时候一个班。是、高峰，你喝过他母亲的奶吗？哎，别提这个，意犹未尽。你哎，去，这玩意儿指不定打到谁，你知道吗？这一晃都这个岁数了，就是这会儿你说再有奶你也喝不动了啊，也不见得、啊。这是个要强的人，哎，有胃口好的，那是那是那是，就是说这个意思。打小一块儿、这是真正的发小弟兄，哎，好朋友。上学的时候，曲艺团学员班，我们仨一班。是了，那会儿老高就这个个头，
对，我长个儿早一点，大高个儿，又从小人跟电杆子似的，就是他。哎、那会儿还瘦嘛。于老师小的时候又胖又矬，就这个头啊。哎、是。小名叫地雷，那会儿，哎，又圆又胖。我们仨好交情。嗯。撒尿的时候一定要一块儿去。这叫什么交情啊？这。你看，课间休息了。嗯。老高。嗯。电杆子。嗯。撒尿去吗？去。这就跟着。哎。谦儿。嗯。撒尿去。嗯。没有。嗨。嗯，你再控控啊，再控控，这玩意儿叫控控的，必须去。嗯，不去不是好人。嗨，哥仨一块儿，一大高个儿，一小矬胖子，跟我撒尿去。就是那会儿我管着他们俩。嗯，哎、你孩子头。哎，上厕所撒尿，我必须站当间儿啊、哦，一边站一个，陪着你。哎，陪着，有尿没尿一定站着。嗨，身份嘛啊。有什么？这叫什么身份呢？这、啊、这边站一大高个儿，这边站一小矬胖子。嗯，这两位是我的。保尿标的，哎嗨，多难说呀这话。哎，我那会儿可爱跟他们开玩笑了。嗯，尿着半截怎么样？高峰，这就愣转身尿人一裤子。你瞎逗，你这于谦是转我这边的，尿一脸。嗨，我也太矮了吧，我也不是。他一提这事儿，我想起来了、啊，小时候一叫他，他还答应。啊、于谦哎，全弄嘴里了。哎呀。我还跟着转脑袋呢，你就是一点不糟。为什么他现在唱歌唱这么好啊？啊，什么呀？喝尿喝的是吗？那嘴老尿性了啊！对，童子尿是药材，那是啊。行了，一晃啊，我们都这个岁数了。是啊，老高也三十多了，感慨万千。谦儿四十四五了，您听，我也快三十了。嚯，您越活越年轻了，您一会儿一变，您这罐儿也养着。反正说瞎话呗啊，很开心。能力一般，水平有限，嗯，难为各位这么捧我们、支持我们啊。多说点没事，就怕你们不爱听，也怕你们累。哎，我累。哎，是啊，谁家说相声带熬夜的？你们真拿着当年三十了，这是啊？啊，这个很开心，因为相声说句良心话啊，是最简单，但是最不好干。就是啊，十二门功课。嗯，往小了说，说学逗唱拆开了十二门功课，多不容易。弄好了不容易。哎，你看老高会打板儿啊，快板。嗯，于老师会唱歌，您听我什么小曲小调唱戏我都得学啊，这都是我们的功课。嗯，没有不，比如说念经哦，可能对您来说这离着太远了。对，那念经我们都得学，天下万物万事都是我们的老师。哎，都能用得上。念经你看节目里能用得到。对、哦、当然了，念经分怎么念法。嗯，有的就是念着玩，你说一乐念完大伙知道假的。哎，我为学念经，我正经的，我下过功夫。哦，还真学过。好比说啊，今天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哦，于老师，于老师出殡。哎，这这这，还真是大快人心。高峰啊，高峰作为一个孝子，对，啊、哎，全嗨，我逮谁孝顺谁是吧？死了都值了。嗯，啊、你是值了，我活得了吗？不这么说，老高出殡吧，好吗？哎、那也不行。于老师是孝子。哎，对、啊，我们俩非得谁给谁当回儿子啊？不是，不是说这个意思，啊、谁当谁儿子，这个并不重要。哎，重要，重要，对你来说不重要，知道吗？我怎么不重要？我丧子之痛。哎，这好，这就三代人了。我们老中青三代人物啊。什么三代人物？就好比说，这儿要有一个人，你给他一念经、嗯，你会觉得这个念经这个音乐旋律这太漂亮、太好听了。咱得实际演。所以说，你们俩抓个阄吧，要不你们抽签儿、嗯，甭抽签儿、哎，我抽签儿。哎，不，别抽，他要抽你一签儿啊。啊，行了，你呀、啊，你这占便宜也占得差不多了。哎，我们站这儿也占半天，对我们不吃这个了。这有什么？你看，这没意思了，这就啊，怎么叫没意思了？我们也反抗一回嘛，对吧？这就是啊，你们俩好歹找一孝子出来，咱们热闹热闹。孝子有的是，不是快过年了这啊？快过年了就需要孝子是吗？啊，点缀一下嘛。不，我们不像，给您单找一位。你们俩不像，还有像的？哎，后头有，有比我们像的。对不对，于老师？还有专门应这活的，那是你这演这演员，给您叫上来，来吧，有吗？孝子，别喊孝子，不来了，别这么喊孝子，不来了，喊好听的，嗯，兄弟，兄弟，你跟孝子是兄弟，没辈儿。哦，孙老师，孙老师，来来来来来来，大胖，快来，来来来来，兄弟，来来来来来，德云社最好的人，干嘛去？干嘛？我这喝不动。来来，介绍一下，孙越，孙越啊。相声艺术家李文华先生的外孙，对，孙越啊，世家，相声世家，啊，再熬一熬你就释迦牟尼了啊，哎，没有，啊，有佛像，
德云社最胖的演员，来的时候这一个桌子挡不住他，嗯，减肥了，那是啊，现在桌子加大，吃不下东西去啊，坐飞机买两张票，是啊，两张都靠窗户，给人堵上了，那是，窗户近，在办公室跟我聊天，我说你还不死去，真听话，推窗户就跳出去了，嚯，万幸是十七楼啊，这还万幸呢，这个。跳出去腾又弹回来了啊，地上一个油印儿，啊，油印儿，现在也不行了，那是那是那是，减岁数大，岁数大啊，知道将军有什么事吗？啊，没什么事，回去了，别走，别走，事儿大，那可不啊，出事儿了，又出事儿了，哎，有事说事，不要影射，射什么？再闹我封杀你们啊！那大年下找不痛快啊！那郭老师这词儿熟着呢，那错不了。一疯了把你们都杀了。行，你看说着半截一搅和忘了吧？哎，咱们重说啊，人生难得一知己。从哪儿说呀？太往前倒了，您啊，不往前倒了啊。我们正在探讨相声艺术，嗯，说来说去说的念经，然后我们就打这儿探讨到您的未来。这跟我什么关系呢？说实话啊，孙胖子这些年艺术上非常的好，好，生活上也是风生水起，就是，一切都好。喜欢他的小女孩也有不少啊，这都是想瞎了心了。哎，你抨击我的粉丝？你那这，你那可不是粉丝，你那是凉皮儿。哎，对，哪那么宽呢？嗯，太宽了，整张的不能改刀啊。没听说。不，这你看这乐的，这都是啊，早晚封杀了你们。那是，你说点别的行不行？所以说，但是希望你是越来越好。谢谢您吧。希望你越来越好。当然了，你想好你就能好吗？是不是？怎么呢？刚才我们哥仨我们也聊天了，说来说说的你是为什么叫你上来？我是真愿意多看你一眼，真的。哎，您等会儿吧。什么叫多看我一眼？就看一眼少一眼的意思。对对对。哎，这不是什么意思？他们都觉得您可能有点小问题。不知道吧，老高你嘴太快了，你就不如现在告诉他，应该给他点破，是不是应该，不是，你不是，咱别闹啊，年底有什么事说是兄弟你别往心里去啊，我能不往心，什么意思，嗨，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不是你不是这您，但是现在说这个我不什么，这良心话，我这心里也不是滋味，真的不是，哥，你不是，这咱别闹行吗？哥，没跟你闹，我心窄，我说是这有什么？您告诉我，就是因为你心窄，所以我们才柔和着告诉你。你告诉我了半天，你说这没用的，什么？你说，你说吧。妈，哎，老高说，老高坏，这不嗨？哎，这事别老让我提。你来，不是你说，你说，还您告诉我，告诉他得了。不是你们仨，我们算出来，您日后可能有一步劫难。就是你早晚得死，你知道？你看人家这四位出去庆祝去了，你看。一会儿听放炮。少喝，少喝啊！对，上后台随份子来的，这是啊。不是，啊，早晚得死。就是你现在太好了，但是呢，在你身上有点灵异现象。灵异现象？对，你家有祖宗啊？对，谁家没祖宗啊？当然了，你家有祖宗，您的祖宗当初是跟着唐僧一起啊去西天取经。您等会儿，他行二，没听说我祖宗猪八戒啊，我。反正你祖宗现在对你不满意，我们商量了一下，准备给您念念经，做个法，让您顺利一些。哎，我们是为您好。对对对对对，啊，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啊。你们就念完经，我就能好了。你就特别好了啊！你想怎样就怎样，吃喝玩乐享不尽人间富贵，真香。这倒霉德行，你看看啊。哎，这真的？就兄弟，就是真的。还是你对我好。那咱们开始吧，赶快啊，我们有一套制服要给孙老师穿上啊。怎么还有侯先生？侯先生怎么还有制服呢？侯先生送制服来了啊，你看多喜庆。那你看我这，哎呦，这有广告植入啊，你这广告植入不合适哈。好吧，太好了，侯先生走吧。什么走啊？您跟着干嘛呀？我看看这多好玩的。你留神打人的，来谁都有短处，你知道吗？没赶上，来吧，高老师。哎，来什么？来，看您这绣球来了。嗯，你接着了。
这个呀、啊，这个提前得给您说好了。哦，为什么呢？它不见得可身、啊、是不是？没关系，是个意思就行。哎，把您祖宗这个特点要彰显出来呢，您必须做点付出，好不好？这是什么？烘托气氛，没别的意思啊。哎，这个是道具，道具，兄弟。来吧，您穿上看看，合适不合适？怎么穿？就是任袖。哎，过年了要穿点民族服饰。对。嗯，你看500多年过去了还是合身、嗯、我转世 我一人搂不过来他、嗯、兄弟你往下搂搂就搂过来了，我怕搂着不该搂的东西、嗯、那么讨厌的东西不全，凑合拿这当帽子吧。 这就对对对，真好。哎，大气来、啊、大气。哎，这什么呀？这好死俩这。哎，老高、啊，哎，我得瞧点东西，我得、哎、往上来这儿。哎，嘿，怎么样？一看就是红袖全肿了，泡发了，没听说过，发面了，闹了义和团了，红袖全肿。特别简单，我们这是念经，这好比说这就是你祖宗在这盒里边装着呢啊。我祖宗去一圈，我祖宗，哎，别拍，在里边。我祖宗脑震荡里。哎，再搁那吧，搁那。颠颠你祖宗没脑震荡，班花脑震荡了。颠颠好开牙，这好比就是你祖宗那棺材。哎，我们给他不是牙口的是吧？我们给他超度啊，我们给他超度。嗯，我们仨人呢，就是你们家的长辈吧，好吗？对对对，不是还特别大长辈、啊。对对对，长辈。嗯，给您帮忙来，咱们叫几个伙计一起热闹，好吗？好，来，这还有帮还有伙计。对对对对，这大事儿这是、哦。你们是个团体哈、啊。对对对。你看响气都入了，对对吧？热闹闹的啊，过年了嘛，是不是？对，你们这多喜庆！就你这身制服，绝对诱惑，我告诉你吧。啊，改制服诱惑。诱惑。哎，念经您懂是吧？哎，我们念完经，你就喊一句“祖宗，您快走吧”就行了啊。嗯。哦，就祖就这么简单啊。不缠绕你了。对对对对。哎，这多简单。来，好了吗？来，真灵，真灵啊！念经啊，真灵是吧？你听南派的，听北派的。有什么不一样吗？都一样。哎，那你问我干嘛？别分了，就问着玩儿。嗯，准备好了吗？来，跟你一块儿啊！来。祝你生日快乐！你给我搁下！这就别唱。你当我听不明白什么生日？多喜庆啊！这是念经，这不生日歌吗？这个。这我听得懂，知道吗？哦，听得懂啊，听得懂。嗨，你这事儿闹的，真是不听汉语的是吧？这，你得念那个经文，我听不懂。听着，来。对。I'm a very tall。你给我喊，英文我也懂啊。这人太难懂了。不是，还是生日歌吗？来，到长城就。哎，这。赈济疆场，摘出千城上香设拜，叹息呀，海中巨扬声号。苦海滔滔，孽子招迷人不行半分好，世人不把弥陀念忘在世上走一遭，尽管山有色细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接着接着不是接着不是僧接着什么玩意儿呢？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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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我祖宗坐船来的是吧？头一天来到鬼呀嘛鬼门关，鬼呀嘛鬼门关，死去的这个亡魂哪、啊、两眼的泪不干，两眼的泪不干，我佛耶如来耶，妈咪妈咪妈咪哄，哎耶。第二天来到恶呀么恶狗村哪、啊、恶呀么恶狗村哪、啊，许多的这个恶狗啊，真是吓死人呐、啊！我佛耶，如来耶，妈尼妈咪哄，哎呦！笑死我！第三天来到王爷嘛
望天涯，天涯呀，孩儿叫小妹妹是仙，郎是真郎啊，咱们俩人一条心。我佛耶，如来耶，妈咪妈咪哄哎呦。哎呀，真好，孝子好开心啊！祖宗丰收了，这。我这祖宗还没走呢，我这杨庄虽然传在身，这祖国已多年为亲近，万里长城永不倒，不是千里黄河水滔滔，您这我死一张弓，战死一棵松，窝头咸菜嘛，就这一碗大碗茶。我佛耶，如来耶，妈咪妈咪哄哎呦哎。回来吧，回来吧，天王，回来吧。我才听明白啊，干嘛这半天？耍着我玩呢？不怨我们，谁不怨你们啊？毛病出在你这儿了。什么叫出在我这儿了？你看我们这最后一收签，我佛爷如来，你得喊一句祖宗您走吧才圆满，等半天你也没这句话呀。我们这都接着往下唱。对呀、啊、真是再给你个机会啊。赖我是吧？哎，喊这句啊、哦、我佛爷如来耶，妈咪妈咪哄哎哎哎，祖宗您走吧。唱完了还不走？哎，得嘞。走就走，哎，受累了啊！轻易的不要说，哎，高婶听着呢。哟呵，谢谢。哎呀，把这大花拿走啊。嗯，这得叫搬家公司。大花挡着我腰了。嗯。哎呀，这个因为说相声，我们家开了俩小铺了已经。每次出来就跟进货去似的啊。谢谢谢谢啊。这是谁的这个这带音响的，这还唱着歌呢啊。哎呀，喊什么都有。哎，谢谢，这个看你们喊什么就知道你们是谁的粉丝，那能分出来，那是，这个张云雷的粉丝喊姐夫啊、嗯，郭麒麟的粉丝喊的是，于老师的粉丝喊祖宗，嗯，谁说的？你的粉丝没来，没来就是，千万别让他们来，嗯，真下本啊你们。现在这伦理跟都反着使了，那是。今天是开箱啊，封箱啊。你们倒是愿意哈、啊，对，我说了算，我说了算啊。开箱封箱这俩差不多是吧？西屋阿开啊，什么呀？吃不翁封。谢谢各位吧，差不了几天。哎，嗯，刚才这是我徒弟，是啊，严鹤祥。说书的名字叫严景瑜。对了，哎，鱼字他解释了哈，嗯，
解释好几十分钟了。那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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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相声得有文化是吧？那当然了。其实有的时候你细琢磨，我后来给徒弟起完名字之后，我其实很感慨。怎么呢？啊，因为时间有限，咱不能挨个说。有的时候你看名字就知道这个人的未来啊、走向啊、心态啊、历程啊。是吗？你比如岳云鹏，啊，云彩里有一只大鹏鸟，嚯，啊，这够气派，展翅扶摇几千里。哦，他没个不好。是啊，张云雷，啊，啊，云彩里打一个雷，天下尽知。我就不挨个解释了啊。嗯，你们要有文化回去慢慢琢磨，其实每一个都有道理的。是吗？都是有道理的。嗯，包括于麒麟。对，因为谁呀？谁怎么到我这儿改麒麟了？我这就多好，大气的名字啊。是，那他大气，一听就在家行大。你要叫于安迪这也完，行二，行二。我干嘛非干你儿子都一样？别正经这个就没有意思，没有意思。行了，我一定要批评你。怎么还批评我呀？你不要像某些个相声演员似的，嗯，在伦理道德上找一些个无所谓的包袱和笑料。是，他们现在都无所谓，我更无所谓。那不行，那不行。啊，你看俩孩子说相声，是一个五岁的，一个六岁的，站台上啊，哎呀，你是我儿子吧？这个那个吧，观众就觉得很厌烦。是人不爱听，那俩孩子怎么这么讨厌啊？但是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嗯。谁是谁爸爸其实无所谓。对，没听说过，这什么岁数也得弄清楚了。观众藏龙卧虎，是大伙儿都知道好歹，有高人呢。啊，咱们好好的说，让观众开心快乐比什么都强。对，其实人最难得的就是一个开心。哦，干这行咱们啊跟观众之间实话实说，嗯，最简单的一句话形容是啊，我给你们快乐，你们给我饭吃，就是这么个关系。再说别的就脱离艺术的本性。哦，快乐是最重要，这是根本。我瞧什么都可乐。是吗？说早晨大家一出来就站在门口，嗯，汽车都停在门口吗？是，这有那孩子家里孩子也淘气，嗯，拿个大铁钉子在车上啊，哎呦，就滑车呀。我绝不拦着他啊，车坏了还能再修。哦，孩子这种童年的涂鸦，这种快乐，这叫涂鸦呀，这叫，这是花钱买不到的啊！我就这么看着他，嗯，反正车也不是我的，对，啊，嗨，哦，那孩子也不是我的，对，好，跟您没关系。我就等着车主出来打他们家孩子，哎，对，很快乐，很快乐，那是，挺好。这叫什么快乐？除了要感谢观众对咱们的鼓励和支持之外，嗯，我要谢谢于老师。您怎么那么客气？合作快半辈子了啊！我认识他的时候，我们还都小小子呢，都就年轻。真的啊，他我包括嫂夫人，我们这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您老提他干嘛？你看发小吗？啊，跟嫂子我们这都从小光着屁股一块长大。没有，没有，老形容词吗？老形容词也没有这么形容的啊！一晃到现在都有白头发了，是岁数大了，真的很感慨啊！啊，这都是。土埋都眉毛的人了，对，到眉毛了，这埋过了，埋哪儿？土埋半截儿，土埋半截儿的人了，对，人是倒着埋的，哎，还不如过眉毛呢，这真的，我们哥俩好的不行，我们俩就好了，就跟一杆钢笔似的，怎么叫一杆钢笔？我就是那钢笔，人家就是钢笔帽，啊，这一要没有他，我写两笔这就干了，那就不出水了，非得于老师啊，哦。这么使劲呢，大岁数不要窝窝戳戳啊，什么窝窝戳戳，你这不怎么就形容咱俩这珠联璧合这个劲头，这个意思就是劲头吗？哎，我他，嗯，他在我心里很重要，真的啊，他在我心里特别的重要。是，我知道啊。比如说啊，比如说郭，打个比方，嗯，比如说郭德纲在相声界没有朋友啊，干嘛比如啊你比如我没有朋友的话，也有你一个朋友啊，那倒是说得对。举个例子啊，有一间房子，哦，像北展那么大，哦，这么大房子，这屋坐3000个说相声，哦，全是说相声，哎，有一屋大3000说相声坐好了，哦，
郭德纲在这里边人缘啊次的都不行了，你瞧都不怨人家，所有的缺点都是我自己造成的，也不能这么说，导致这三千人跟我不来往。哦，在这个屋里边我很尴尬，是吧？突然间我想说，我说谁有充电宝借我一个呀？哦，想借个充电宝。这三千说相声没有人借我，你人缘不好吗？怨我自己吗？啊，得罪人了。人家这三千说相声为了不借我充电宝怎么办呢？人家拿出一个杯来啊，倒上砒霜。哎哎，自杀了，就是就不借你充电宝。哼，这冤了，这呀，这人。又有几个啊？掏出刀来，咔，咔啦，哗啦，咕噜噜。哎呦呵，好的，好，就全死了，就不借你充电宝。那你走不就完了吗？你给你死给你看，恨你恨到这份儿，让你郭德纲内疚去吧。没瞧出来的，又有几位掏出枪来啊！嚯，爆头！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都躺下了啊，全死了，满屋子都躺下了啊！我内疚啊，是吗？哎呀，啊，就不给我一个改过的机会吗？不给，谁借我充电宝啊？都躺着呢，谁借你？于老师站起来了，我就这么不要脸吗？我到这时候就不死，哼，就是你跟我同流合污，一点上进心都没有啊！我就要借，我给你充电宝。你瞧这人缘就不错了。哎呦，感动的我哭的跟个爷爷似的。哎，爷爷似的，好家伙，您这哭还没忘占便宜呢，太感动了啊！感动，于老师先把这输液的这个针先拔了。啊，我之前就有伤，合着。嚯，行了，我这不是输液，我扎针灸呢，这是全身的。哎，对，呵哈，是，我应该死他们头了，这个。我实际上就是没死了，对不对？我，哎呀，哎，都拔了。啊啊！我这为治舞蹈症，哎嘿，嗯，把这个呼吸机啊都拿出来。哎呀，我这动作还能这么利索？那是，嗯，吓得胃镜，哎呦，肠镜，好家伙，我上下都连着呢，还。等我回家给你拿充电宝去。哦，还没随身带着。开门出去了啊，外边啊。下雨打雷闹天儿，咔一个雷劈着于老师脸上，我就这么招雷劈啊，去黑呀、啊、那是都劈糊了，啪躺地上了，过去了，挣扎着起来干嘛？往家跑去拿充电宝。我这人也是执着呀、哎、嗯嗯嗯，好啊，跑啊，嗯，哎，地上有人没有公德心，怎么了？有那个小狗拉的便便，嗨，你就说狗屎就完了。于老师踩上了，日，这是摔倒了。哎，你听着啊，是，你就剩我一人解恨了，你这也是。嗯哼，于老师摔到路边的一个沟里面，我还没摔到平地上。嗯，沟里边一千多个大铁钉子尖冲上。要你那砒霜再给我一包，我现在喝行吗？不是，我就不受那罪了，行吗？人家那都自己带的，啊，不花别人钱。那当然，多少人自己买的，凭什么给你呀、啊？你想痛快门没有啊？那占便宜没够了你、啊？哎，我呀，扎的于老一身都是窟窿啊，站起来跟花洒似的，滋。这好，嗯。往家跑去拿充电宝，还得奔这事儿。到前面十字路口，啊，这边来辆小车，小车，小汽车。哎，小车，拉着35000吨煤。那不是小汽车，那叫小火车。那个35000吨煤，开过来奔于老师的脸啊！啪！车大撞的还挺准的。那是啊，嗯、啊，于老师躺地上，这车打身上，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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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过去了，我去。哦，于老师站起来了，是，
往家跑去拿充电宝。呵，我还能跑呢。到家一瞧，门窗紧闭，挂着帘呢。哟，开门啊！啊，我来拿充电宝。多大事儿啊，这是？屋里一个男人的声音。嗯，等会儿。哦，啊，等了一会儿吧。你不是在那儿等着拿充电宝呢吗？不是我，不是我。废话，不是我。哎呀，怪害臊的。一会儿的功夫，门开了，嗯，里边出了一只手，拿着充电宝，哦，给你，滚！我家里事儿比我自己的事儿还大呢。对，于老师接过充电宝，嗯，打扰了，谁跟他客气？往回跑啊！又走到十字路口了，哦，站着，左看看，右看，我干嘛呢？等了30分钟，因为什么？拉煤那车才回来。好家伙，啪！又撞上了，又撞上了。你乐什么呀？你讲这事儿。又撞上了，假出来了，打身上，嘎啦！我是不是乐出声来了？哎，多新鲜呢！我都听见了，你啊啊，过去了。于老师又站起来，我还站起来，往回跑来送充电宝。我也是欠，往回走，走走走，找啊，地上找找。小狗那个便便呢？嘿，好，没有，没怎么办？没有，自己也往那沟里跳。我直接跳沟里去，跳里边了啊！站出来，前后都扎透了。哎呀，滋着血往回跑，还有血呢。到门口抬头。嗯，等那雷呀，啊！哎，对，再劈一下，咔！啊，劈在脸上，哎，劈在脸上，这才站起来，踏踏实实的进门，给你充电宝。我这算取回来了。哎呀，我感动了都不行了。那是得感动。接过充电宝，捋出线来啊，插在我的充电宝上。对，你缺德不缺德呀？不是手机没电了呀？手机呀，啊，有电，充电宝还剩98%。哎，好嘛。就因为这么点电，我死好几回。嗯，故事是假的啊，愿望是真。你意思是，意思是美好的。哎，这没有什么意思。就说我们哥俩好成这个样子，你看，相声啊是天底下最简单的艺术形式，是，但是也是最难的。怎么还难呢？怎么把它说好啊？雅俗共赏，这就我们倒常说，雅要雅的那么俗，嗯。俗要俗的那么雅，哦，这还辩证的关系。单纯的雅和俗，不成世界，是吗？雅到极致不风流，倒是有这么句话。你在一个纯粹的没有细菌的环境里待着，嗯，你活不长远，太干净了。你雅还雅得过昆曲吗？是，昆曲倒是真雅。清朝都得是赶考的举子，念书的秀才，嗯，抱着24史，捧着康熙词典，嗯，听昆曲。对。不查资料，不知道唱的是什么。人家引经据典，雅到头了。嗯，到民国就不好卖票了，这都听不懂了。听一场戏比种地还累。嗯，谁跟你受那个罪去？这没人听了。所以太雅不行，曲高和寡；太俗也不行。太俗怎么还不行呢？于老师一上台就把裤子脱了。嗯啊，谁看呢你？爱看啊，那也不多，你们素质有待提高啊。所以说太俗太雅都不成世界。是，那什么叫雅俗共赏呢？对，这怎么解释呢？就是您脱了裤子唱昆曲。对，没听说过，我也太浪了，我也。艺术啊，啊，其实特别的简单，但是艺术的评判其实是很难。怎么还有句话说得好，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句话怎么解释？文化艺术类的永远没有谁是真正的第一，这不能比吗？对呀，啊，你花8亿拍一电影，你觉得好，旁边有人说了，他就觉得看耍猴好，哦，这两者很难放在同一个位置上，你不能强求。对艺术鉴赏，你只能说此时此刻你爱看不爱看就可以了。哦，要让所有人都同意，哎呀，这个好，这是不可能的，这也不科学啊。哪怕歌曲大赛、相声大赛，嗯，这个说一卖布头，那个来一个报菜名，这俩怎么分谁好谁坏？没有可比性，只能是观众自己的好恶。嗯，所以文无第一。哦，文化艺术类没有真正的第一。哦，武无第二呢？武。体育呀，武术一定有真正的第一，就一定能比出来吗？咱俩比赛从这儿跑到那儿去，啊，就那头。我比如说跑个12秒吧，
哦哦，你跑了七天，对，我七天，裁判们就纳闷了，有什么可纳闷的呀？这就是轮椅坏了，那就。所以说啊，对不对？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哦，这有道理。为什么说我们管观众叫衣食父母呢？啊，咱们之间这个关系，其实说句实在话、嗯、到最后得有亲情在里面。是，观众要爱这个演员 啊，什么叫没板凉调啊，表演不真实啊、嗯、忘词了，说错了，怎么都爱，这个人魅力，观众要看你别扭怎么好，看你也不是人都不行了，它是心理学的东西。哦，你看我说相声上台从来不戴手表啊，我们倒是有这规矩。我给徒弟们上课也是，穿大褂不许戴手表、嗯、啊？怎么？因为好家伙，你戴一大金表，你跟这儿连晃带比划，多好看、啊！观众看看表，看看手里的票，嗯、啊，都是我的钱买的。哎呀，嗨！啊，他这么衡量这事儿。但是女演员可以，女孩行吗？穿个旗袍高跟鞋戴大金表各种链子金银翡翠、嗯、上台一说一唱观众开心是吗看看票看看台上嗯，我给他买的、哎、嘿好家伙到这时候人家这么想了你说我们这个男演员怎么这么该死呢说一千道一万到最后他是个心理学的东西、嗯、这还真是而且要尊重观众、嗯、是任何事情只要让老百姓从口袋里心甘情愿地掏钱了嗯，你就要1%的尊重他那当然对得起人家每一分钱没错您那个票钱我拿回来过日子是是是、啊、是这意思这是真的嗯，您那个票钱对我们来说养家糊口啊嗯，上有老下有小养孩子父母给我媳妇儿给他媳妇儿 我媳妇儿不用你、啊、我媳妇儿我给 你那份万一要不够呢我这管着管着说这个意思啊，养家糊口、嗯嗯。这些年，郭德纲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渺小。您那么客气、啊，我在相声舞台上只占20%，那剩下那80%呢？于老师和他的家人，就只是说他们呢。有很多道德表演技术家们到处去举报我。你说您什么呢？郭德纲老在台上说于谦的媳妇儿，哦，说于谦的爸爸，嗯，列位，怎么着？你们以为我天天在台上说于老师的太太嗯我就那么开心啊你就是这么开心你这都看出来了我又没绷住是吗啊又乐出声来了你还这事闹的啊我从7岁学评书、嗯、9岁学相声啊1988年唱了5年的戏呵京剧评剧河北梆子每天从早晨7点就开场唱戏哎呀啊跑农村唱庙会跑大棚哪儿都去干了5年一天唱3出戏得有啊一天嗯这些年来其实是指着传统艺术把我养活到今天是我说相声的时候呢我在桌子里边站了10年哦还捧哏了桌子外边走马灯一样换逗哏的演员哦谁站这儿谁说我他们说郭德纲他爸爸怎么着郭德纲他媳妇怎么着、哦、你看我也没觉得别扭为什么呢嗯挣的这份钱干的这个活哦那个本子就是这么设计的剧情谁在这儿谁来这活您不用替桌子里边人打抱不平表示你好高尚的样子其实没有于、啊、老师数钱时也乐出声来了嗨说这干嘛呀你这个玩意儿你怎么看电影知道是假的呢啊那、啊、看电影啊这管这叫爸爸你知道是假的嗯这俩人一被窝睡觉你也知道是假的嗯举个木头枪啪那躺下来哆嗦你也知道是假的嗯到我这儿全是真的是你这个智力为什么要买票 嗨你就不能对自己好一些吗是不是 嗯这都是剧情角色其实也没事儿嗯冤枉你的人比你知道还你还冤枉啊对啊说一说一乐嗯就是一个手艺手艺剃头修脚卖菜种地说相声上非洲当皇上去嚯也就是这几十年嗯你待着不也得吃饭吗、嗯、你不得干点什么吗嗯咱们好好努力得对得起每一张票钱这对、啊、因为这个是最难的嗯只要是人为可以控制的它就简单这个人为不可控制的是最难的怎么叫人为可控不可控你看这现场这商演这是买票好几千你不能要求人家如何如何这都是心甘情愿、嗯、甚至他加价马路边买黄牛票嗯这个东西不可控可控就好办了怎么叫可控比如说你是一个电影演员哦影视的哎你们单位评一个3级演员吧、嗯、好吧哦你先等会儿啊、哦、嗯是评演员啊是评片子呀
你不要这么窝窝戳戳的。不是，你没说清楚啊。你也是一个年近半百的老人了。哎嗨，别提这个。你原来在你们单位是一个八级演员。八级演员？哎，你低谁八级谁，好不好？哦，我净剩八级人了。哎，现在你们单位领导手里有一个三级演员的片子演。到什么意思？有一个三级的名额。哦，我还算进步了。哎，三级。哦，这个领导很担心，这个怎么办？是需要这个的很多。是给于谦，哦，还是给苍井空？我，啊，看看谁有用 啊！苍井空有用，苍井空有用。你看，别给我。所以这东西给张三，给李四，嗯，全在你们单位领导一句话，就他能管，人为可以控制。是，哎，相声大赛，嗯，这个一等奖给张三，给李四，还是给那哑巴？给谁都，给哑巴像话吗？就说这个意思，啊，人为可控。哦，小剧场人为可控。小剧场怎么控啊？全世界好些个小剧场。嗯，一大帮热爱相声的朋友们，白天上班，哦，晚上说相声，嗯，啊，做个大褂120，买双布鞋15，哦，不到200块钱就是成为一个专业的相声演员了，这就成了。租一小剧场，100个座，是后台找10个爱好者，裁缝、厨子、电工，干嘛都有吧，就没说相声的。哎，一个月演一场，嗯，人为可控，这怎么控？台下100观众，是后台10个人，嗯，后台这10个人，你每个人不得趁10个朋友吗？就靠朋友来看啊？废话，一个月麻烦你一回，你还不来吗？哦，那咱以后还来往不来往了？那不来就不够朋友了。那小剧场好控，这个不好控制。就小3000人，你得让人花钱，正经的花钱，从头做到尾。是，下回还得让人来。嗯，心存敬意，要感恩。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嗯，郭德纲、于谦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哎，破费了各位，谢谢，谢谢。实话实说，嗯，就好好干，这是应该的。这行没有窍门，说相声就得努力嘛。啊，你要努力呢，你就是相声一哥。哦，你要不努力呢，你就是相声界一哥们儿。哎，一哥们儿，就剩一哥们儿。反正有你呗，跟着混呗，是吧？哦哦哦。那你说怎么办？不得活着吗？待着不也得吃饭吗？是吧？啊， 啊得努力，嗯，啊，先学吃饭，再学养家。这话，小孩们一上来说相声，难免台上，嗯，不管是台风，嘴里边方方面面，他一定会有问题啊，有毛病，要亮清一二。他刚开始，是是是啊，可能有的包袱未必那么高级，嗯，可能表达能力未必那么完善，是但是上有老下有小，他得吃饭，嗯，你得让他活着，嗯，他到一定程度，自然而然的，他知道有的话就不该说了，就上档次，这个过程叫上品，嗯，到那会儿他才知道爱惜羽毛。啊，我有知名度了，我不能胡说了，我有社会责任。嗯，那，嗯，是之后。当然，爱惜羽毛的前提，你得是个鹰。你要是个胆子，哦，你就别费那劲。嗨，啊，就拿羽毛，你是个胆子，你爱着哪门？这就是说这，所以说，嗯，干这行既简单又难。嗯，我们都是从小在一块，他我嫂夫人们仨一块，就别提他了。你仨怎么老勺上他呀？光屁股一块，行，长大啊。那会儿我们上学就是曲艺团的学员班，那时候就做科嘛。哎，曲艺团呢，嗯，有一班学相声、学大鼓，嗯，搁的戏校，是戏曲学校，嗯，文化课跟人一块上，专业课这些个说相声、说书的、唱大鼓的，嗯，老师们教我。对，当时我们在一块，这是我们班大最厉害的人，不是最长几岁的，这哪比我们大呀？那会儿小脸蛋一掐一兜水啊，还一掐一兜水，哪个老师过来都是这句话，嚯，好家伙！好家伙，有话行了，这孩子流哈喇子，这哎，废话，给拧在水龙头上了，特别聪明，而且胆大心细。怎么叫胆大心细？跟哪个老师都敢开玩笑啊！我跟他们过这个。我们那会儿专业课有一黄先生，老头，黄先生唱单弦唱曲的，是老头洁癖，怎么洁癖？好干上个厕所，他这大卷的纸，他得带这么一卷。哦，列位，我们小时候上厕所，说实在的，嗯，不是说家家都舍得用那个卷纸，那会儿没有啊。啊，弄个报纸裁裁撕撕就上厕所了，就凑合了。黄先生那会儿啊，嗯，他家里边一老一少有钱，每次一卷新的卫生纸，哦，还得喷上香水，你还真还香味儿，拿着上厕所，啊，就这个老师教我们，哦，就他敢跟那个黄先生斗。我怎么跟人开玩笑？黄先生上厕所蹲那儿，嗯，啊，老头饿了，这是香啊，啊，他最淘气。我怎么黄先生香吗？嗯，香啊！哦，闻闻，给，嗯，他拿这个，哦，太香了，是，
回家让我妈也闻闻。会拿走了。你想，黄先生跟那儿一直蹲到下午放学。好嘛，黄先生气的。啊，于谦儿，嗯，叫你爸爸来一趟。啊，请家长。我不知道现在学校还有没有这个啊？啊，我们小时候管这叫请家长。对呀，最可怕就这个。对。啊，上了半节课，你回家。叫你爸爸来一趟，这最可怕了。这回家挨打呀！啊，回家准得打呀！那是，尤其他爸爸脾气多大。对，他爸爸在我们那块赛活驴，外号啊，赛活驴干嘛？不是赛有这么倔吗？他这个、赛驴活是没这没这名儿啊！好家伙，可厉害了啊！一说这个，他脸都白了啊！好家伙，这驴崽子，你这他学他爸爸，废话，学他爸爸生气，没有这么生气的、啊。你这怎么办啊？明天上课，他爸爸不到学校，明儿这一天停课，那必须来呀、啊！这就看出好哥们来了。怎么呢？他找我，受累吧，受累吧，受累受什么累？老师叫我爸爸来一趟，是，我也不敢说，是吧？啊，你看你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你也应该去一趟，是吧？从哪个角度出发，你应该去一趟啊？你看，好哥们就在这儿呗。哦，去呗。我说你把你爸爸的褂子帽子给我来一个。哦，现在穿的灰的那个制服衣服，戴那个前进帽。对，要不是那会儿胆儿也大呢，我愣敢就去了。都十六七啊，好家伙，戴他爸爸的帽子，穿他爸爸衣裳、嗯、啊，带着他哦，上老师那儿去，一推门是。啊，这小子流氓来了，黄先生吓坏了，黄先生戴眼镜。啊，你啊啊，不行了。还有驴叫唤着呢，黄老师您好、嗯，我是于谦他爸爸，真来了。黄先生气的，那多新鲜！你们这是要疯啊？多新鲜！瞪眼说瞎话啊？对呀、啊，你怎么是他爸爸呢？啊，你不是他爷爷吗？我去。